Hello， 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但是有 for 自己的这个牛奶大师台的 LINE 社群哈，那到资讯栏下方跟影片的右上角的 QR code 都可以扫到这个社群哈。记得输入你的 YouTube 的名称跟 Twitch 的名称，然后我会亲自审核，就可以加入社群了。OK， 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就去游玩新绝代双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把铁心兰给救回来。因为他现在伤心欲绝啊，然后欲绝到生命只剩下一了哈。身材还是很好的铁心兰，我们要救他。好，那我们来到海燕镇。我有个兄弟叫鲁新伟，在宜昌做木工生意，几年没见了，能不能捎个信息给他，说我在海燕一切平安？我懒得理你，不过为避免你言而无信，我先扣你100两，改日你再回来，我会加倍还你。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先扣钱的。哒哒哒哒哒，挑夫毛大伟。海业名家，好，樟脑加做真正做吗？做酱草，煮成零欣赏服用。那刚说什么？红花做酱草，两种健步散，能够治疗速度慢的老毛病。人心人数。在海燕镇就有很多这个配方哈，就可以来就是补一些药品啊。陈皮红花，张天师傅，好，张天师傅。不过我们需要吗？我们有钱啊，有钱不需要再喝了吧。这个城镇很小，我喜欢玩绝代双骄的原因之一就是城镇都很小，比较好逛。以前都会很仔细看这些对话，现在应该不重要了吧？我很急，住一晚多少？哎，客官，对不起啊，咱们小店客满了耶，就是要钱嘛，100两住一晚怎么样？请别人搬出去。客官啊，小店百年之好，素有商誉，这有困难呢。我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还是有几只灰色的。好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我自己找投诉的客人说去。只要别牵扯到小店，这里小本经营。谁理你小本经营啊？在你这种地段，哈哈，找几个像样的女人张罗一下。哼，粉色在酒香，白花花的银子如浪滚滚而来，就怕你没地方存阴阳。这边有一个牛黄跟蜈蚣，这应该很重要啊！就是如果你不靠秘籍的话，牛黄跟蜈蚣。小冤家，位置不对，左边上面一点。奴家不依，这样感觉不对。小冤家，那换个方向看看。奴家这样就懂了。我教这么多女人，就你学的最认真，还不是你指导的好？讨厌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大白天就要做这种勾当？里面的人听好啊，我有急事想请你们让出客房。
吵什么吵？咱们的干要紧的事，别来扫老子的兴头。天大地大，有什么事比了解人的根本乐趣还重要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我和娘子方才新婚，记得了解人的根本乐趣，希望哥哥姐姐让个房间，钱我会补偿的。这我们才斗到一半，别犹豫啦，人家的乐趣自然比咱们的重要。外面的客人请稍待一下，整理好就出去。哥哥姐姐玩什么高难度技巧这么投入，知道一下啊。在连桃还有你这种年轻人，对下棋这种国粹仍然保持高度兴趣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下棋也算是人生根本乐趣，难道不是吗？琴棋书画陶养身心，下棋在进攻进退攻守之间，除了紧张刺激，更是要掌握对手的心理状态，简直是高难度的人生艺术。我不是来跟你学艺术的。那这里是一百两，承让承让，失陪了。我快死了吗？对，你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，快点说。怎么可能呢？别说话，安心休养。我好怀念捕草的味道，这又不是新枪，哪来的生新鲜捕草给你吃？你真以为你是公主啊？好好好，我想办法弄给你吃，你好好歇着。张青没那么快就追上吧？谁啊？来客栈里的小二，为你诚心服务，要不要茶水、洗脸水、洗脚水啊？都要钱吧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啊？客官啊，只要有钱，上天下海想吃喝玩的，小二会想办法给你弄来。一般男客想要特别服务，就叫姑娘。看你是行走江湖的，小的不收回扣，算你标准价八折。你们老板不是说什么百年老店，素有商誉，该不会被你这些做伙计的自己在底下赚赢吧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少爷口风紧一点，我先弄一个最标准的妞给你，打七折如何？六折，六折已经是底线了，不然回不了本了。姑娘可是一点都不卖力哦。好好了，我算我怕了你五折，再降的话，连姑娘教父的嗓音都没了。很好嘛，可见你平常都拿三成以上的油水，远远超过拉客的行情。要是我找老鸨讲这件事，你吐不出银子，只好吐出肠子喽。既然咱们都懂规矩的，找我妹子给大爷免费服务一次怎么样？还是有人夸，经过专人调教，功夫不错哦。就是你拥有这种人，连亲人都要下海。没了没了，我床上的女孩更有味道，你去弄两串新鲜捕草来，我就当作不知道这回事。这时节是难弄了些。好，我去想办法。就是叫他去想办法。捕草来了，捕草来了，这么快？咱们江湖上嘎赌人就靠爷们三两口饭吃，怎么能怠慢？尤其像你这种头面光、人缘佳的大善人，更是要百般巴结才行。怕我去告状？这小二经营的紧，不让拿来一百两赏你。到头还是要钱嘛，这些四十块的家伙。来，新鲜好吃的捕草来咯，我帮你剥好皮，很好吃哦。你一点都不体贴。你说什么？人家要吃挑出籽的。这个女的还真啰嗦。好好，我帮你把籽挑出来，好不好吃啊？不吃了，人家没胃口，口渴。什么嘛，辛辛苦苦就吃那几粒。好好好，现在你最大。算我胖了你，我去弄杯热茶给你喝。我想喝羊奶补充体力。你这女人得寸进尺啊，又不是我娘，我老婆，或是我女儿。我走了。别走。没走没走，我只要到藏海村找桃花讨羊奶去。算了，谁当着你丈夫，准备会被抄死。别找桃花，
不找茶话，我哪会找新鲜的羊奶给你喝？别留我孤单一个人。站住！哎，大爷，有什么吩咐啊？五百两赏你。关野泽被释放，洪福千里，什么事都是一句话，小的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都为你办好。屋里的姑娘属于我罩的，从头到脚都已经好好检查过。我出去晃一阵子，你给我好好照顾。要是我回来见她饿着、渴着，还是被江湖无赖毛手毛脚，我就一寸一寸把你全身上下弄出千百窟窿，相干的人一并宰了。这五百两打理那帮兄弟不够，再赏五百两给他们喝酒。我知道你有办法的。好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民房有一个金女医在这里。哦，在这里。哦，藏到这里。哦，好好好念哦。以前从来没有想到。以前我拿过了。以前我拿过。有了这个就很好打架了。啊，我们终于可以进帐篷了。上次我有瞧见你，你还是要回孙子来救我们。我可没帮什么忙，你才应该好好谢谢铁心兰。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吗？告诉我他的状况。小兰这又人远啊，桃花爱上你嘞，他很想念你的羊奶。哼，你说话特别，说话别吊别人家的胃口。他想喝，我马上就弄来。谢谢你，有没有话要转告啊？说，说我等着他，愿阿拉保佑你们。哎，怎么又换说 要一直等我？你等不到他了啦，你也等不到小鱼儿了，我先走了。讨厌鬼，你留我一个人在这。乖，把羊奶喝了，便赶快好，最重要，这样我才能逍遥去。不要，我病还一好，你一定马上跑掉。别耍性子啊，这羊奶中充满了桃花对你的心意，绝对不能辜负。不喝不喝不喝，使什么小性子，我喂你喝。你这无赖，堵着我的初吻，总要有第一次的嘛！我牵过好几个人，救了你就像个木头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哎，其实感觉还不错啦。你、又怎么了？我好冷。哦，终于到高潮戏了。这时候就应该用我满腔的热血，温暖少女冰凉的身躯。这是他天时地利人和下自然发生的。铁心兰，你还是乖乖就范吧，我们互相研究一下身体的奥妙。兰，我不知道你摸起来这么柔顺，这是剧情需要，你还是认真当女人比较好，这么不乖只会更加燃烧我的斗志。什么东西啊！你这个畜生敢破坏我救人的好事，要是铁心兰伤风冷死的，我就把你的毛一根一根拔下来。啊，好暖和！喵！啊，既然你有这只猫替我解决问题，改天我买小鱼请你吃，不然我可能一时冲动就决定了人生的方向。啊，对啊，该替阿兰找个大夫抓一副药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好。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听说燕南天的藏宝图流落到一个人身上，那个人真的本正。这种事情碧神们绝对不会不理，要好戏看了。听说阎王门派遣使者来到碧蛇洞，赶快把铁心兰治好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时间拖越久越危险。大夫，麻烦做个药，
主祭安神养元凝心脉，复方解表去除寒邪。我要几位药性纯正的，药性烈的麻烦先处理一下，免得伤身。少侠似乎略同意理，敢问生病的是老人还是少女？我使药上斟酌一点。你医术不错嘛，是少女。这样啊，最近店里进了一批身经壮阳的好货，你要不要顺便挑一挑？还是我在女孩子的药方里加一点促成咽喉的料。敢请增进夫妻和谐之药店里带财源。谢谢啦，我只要配置病的药就好。金寒特效药。近来这里多位村民被毒蛇咬，应该是从碧蛇洞里爬出来的新种毒蛇。以前从来没有人看过，也有人看见村民被碧蛇门人掳走，可能是捉去试验毒蛇的毒性。那关我什么事？我赶急，付了账就走。只要少侠能取得蛇的毒液，那村民就有救了。这个玉瓶子给你装毒液。慢着，我为什么要救不相干的海燕居民啊？咱们非亲非故，那是官府的责任，好不好？你凭什么把玉瓶子给我？我根本没答应。反正我是从来不做没有油水的生意。官府要是有用，就不会请少侠帮忙。而且这算是刚刚配药该给的酬用。老家伙，吃定我就是了。没关系，反正你没说清楚什么时候要蛇毒，本少侠不高兴。等十年以后功夫练好，再到碧蛇洞逛逛就是了。等等，碧蛇洞，碧蛇神君，魏无心。只要少侠能到碧蛇洞取碧蛇的毒液，那村民就有救了。敢问少侠需要些什么？啊，你应该算我不用钱啊。好，就这样，走吧。喂，什么话都不说就跑掉了？有没有强奸我女儿？有没有强奸我女儿？你说你不先道歉的吗？想必女儿没什么教养，八成放到地痞流氓被人拐着赚大钱去了。大婶，我赶时间，你没瞧见什么小姑娘，请拉拉。我那可爱的女孩一大早在附近玩球，她都过了中午没有回家吃饭，这会儿出来就找不到她了。放心啦，我瞧见她和邻村的大牛私奔去了，过了几个月一定顶着大肚子回来见娘亲。你先准备好红蛋跟油饭，等着满月贺喜就对了。不可能，他才十岁而已，一定是被碧蛇门抓去的。求壮士去救他。哦，你们海燕居民都一个样，什么时候推给别人？那你们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多少努力？天底下这么多不平事，到处都在死人，我难道一个一个都去救？我不是壮士，一丁点武功都不会，而且我不记得受过你任何恩情，还是请你另谋高就。除了海燕镇往西南走，就是碧蛇洞，拜托一定要去一趟。你拖了我这么久的时间，要是铁匠有什么不测，我就找你算账。啊，再说了再说了。北天大夫一瓶子取蛇毒的话，他不管对哪个外地人都会想尽办法塞个瓶子。瓶子上头刻着药店的介绍，纯粹是为了招揽生意。你怎么知道我从药店大夫拿玉瓶子？这些海燕的区证明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好，走。他怎么会知道我从大夫拿了一个玉瓶子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小绿蛇印什么时候印上去的？小二，店小二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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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哔哔哔哔哔。你不是说话很诱人吗？赏你100两润喉钱。所谓的碧蛇印，就是被碧蛇门盯上的人物，行往坐卧梗各处都会印上这种小青蛇，不久后就碧蛇门来下手。有句话说：“千文罪里，永不懈怠。”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手段，即使当事人盐业千家，仍难逃一死。所以见到碧蛇印，你就算是死人，请准备后事。客官，你这几日特别照顾小的，我一定会请我兄弟帮你搬一两磅要轰轰烈烈的丧事，不额外收钱的。
一白两人抖出好几个单子，你晚上你就讲定。切，还是快点治好铁心兰，明早趁天还没亮就动身逃走。铁妞吃药啦，被你快点好，赶上路去啦。急什么？我已经在路上了，好多亲人来接我了。爷爷奶奶，你平时不怎么聪明，别现在忽然搞笑耍我，我会被你吓死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出生时被娘亲抱在怀里，快一岁多时第一次会走路，五岁开始认字，背三字经，千字文。我开始学扎马步，打正拳。那只死猫跑去哪里了？这么重要的时候还让它凉着，该怎么办？人生枉如走马灯，回光返照是将死的征兆啊！哎，铁心兰，快醒醒，吃了药就会好。第一次大败隔壁村的坏孩子，偷了阿水爷爷的西瓜汁，那天晚上被修理得好惨，跪了一个晚上，爹爹都一点都不怜惜我。练功夫越来越苦，我的手好痛。别说话了，我喂药给你吃。娘给我第一件小内衣，说要护住身子才不会变形。那时候我一点都听不懂，第一次上胭脂照铜镜，才知道我也很可爱。你别再说话了，药一直流出嘴巴，你会死的，死掉啊，你懂不懂？那一天洗澡的时候，我肚子突然好痛，也就流了好多血。我一直哭，可是娘的姐妹她却一直恭喜恭喜，说不完。再不听我的话，我就不管你了。绿色的草原，蓝色的天空中，夹着一团红火在燃烧。小仙女好漂亮，又酷又帅，我有点羡慕，又有点妒忌。可是她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孤独？为什么要找叶南天的宝藏？其实我对武学没有什么兴趣，张青一直追我，每次见到他，我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有点害羞，混合着逃命的紧张感，又怕藏宝图被夺，就见不到他。好几次我明明逃不走了，他就像故意抓不到我一样。你和小仙女？后来在藏海村遇到个骗钱的小坏蛋，臭屁又自傲，看来就想打，想要收他当徒弟，挑战他的劣根性。其实仔细瞧还蛮帅的，结伴一同闯荡江湖，那有多好。哦，说到我身上了，想要护花使者是明讲嘛，不过要是太直接又觉得这女孩的个性很随便。可是死鱼又一直欺负我，说要脱我裤子，吓死我了，用迷药弄倒我，在人家身上猛收藏宝图，一点都不温柔，还抢夺人家的初吻，羊奶叫口水，难喝死了。谁知道你是女孩子，我可没像色狼一样蹂躏你，要不是我帮你解开骨胸部，以后发育变形，那就白白浪费你娘生给你的好身材，暴殄天物。至于初吻嘛，不要以为嘴唇软、舌头嫩就行啊，重要的是技巧。说要我当娘子的时候，我亲她趁我昏迷的时候下手，完全把我当玩物。另一方面又很高兴，她说要保护我。明知道小鱼儿的谎话说的比真话顺口，我还是尽力欺骗自己，宁愿相信她不再讨论藏宝图的事。除了万叔叔以外，从小到大没有几个愿意不计厉害，完全相信我。其实连杜伯伯、笑伯伯、屠姑姑都对我三分提防。明知道我说谎，为什么不拆穿？为什么还要欺骗自己这么相信我？只会让我觉得我很卑鄙，只会欺负纯情少女。爷爷奶奶早没，爹娘亲人又一个一个离去，好不容易有个师父，有个肯欺负我的人，有个假装要娶我的人，好希望这场假戏就这样一直演下去，这个幻梦一辈子都不要醒。原来你有被人欺负的癖好啊？不是，原来你也这么孤单。为什么救我？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，小月故意让我忘不掉，
却又抛下我，你让我重新对人生有所期待，却又更加倍的失落。虽然没有玩弄我的身体，可是在精神上彻底的伤害我。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么饥渴？而且你心理上的需求也没有理由硬是咬定我要我负责啊，我才不会为了爱耍小心眼的女孩耽误了正事。人生过去孤单，现在像婆婆一样被丢弃，未来更是一片凄凉。想到以后被娶了，鱼尾纹生长，头发花白的时候，喜欢的人不在旁边，我还是年轻的时候就死掉比较好。喜欢的人，兰花无根何处找？风吹，天南地北，飘荡，看到光了，好温暖。噜噜啦！喂，别跟着光走，别和小家乡小许了，快回来！本胖愿意为你破例，收你当大弟子。雨，再见了。说话越来越小声了，已经快没气了吗？我在这，你睁开眼睛瞧瞧啊！仔细听好，我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会尽量顺着你的嘴型为了你喂药，你自己千万别放弃。其他的就看老天了。老天保佑，又救了。不对，好坏，舔了一下他舌头。我是怕你现在身子虚，心脏受不住，不然就是老万教了口手并用，给你做心肺复苏的治疗呢。好险，呼吸终于稳了，虽然脸色还很不好，不过休息一阵就好了。反正要等铁线人休养，出出江湖，还是先探探消息。你们有没有瞧见脸上有疤的男人啊？你开玩笑啊！你们旁边同伙不是脸上有疤的男人？对不起，我们想问左脸有疤的英俊少年。小二哥敢出卖我？我收你不少银子的。我最喜欢听江湖小道消息。两位大侠找这位八面少年什么事啊？两位大侠要做鼻青脸肿也算？那我不就是武林盟主？被你取笑不打紧，咱们兄弟俩的确技不如人，败在小仙女的手下。长青，两位大侠恕我放他失言，凭我的功夫也不及这个长暴女人的十分之一。看来一定是小魔女强逼两位天下找出八面少年。没错，咱们本来光阳道上做买卖的，忽然瞧见一个红衣美少女哭哭啼啼孤单的在路上走，以为天官赐福，想去安慰一下。咱们一直听说小仙女已经是红马加红衣，后来被教训一顿才知道，这妞儿从小到大未尝败绩，这次不知道被哪个厉害的角色欺负，马儿被拐跑了。这个人嘛，多半也被骗了，所以他把气都出在我们身上，逼我找出情郎来。哈哈哈哈，这刀疤男打不过小仙女，就败坏他名节。这小子干得好，这张二婆鱼肉江湖，终于有人替咱们出了个恶气。下一次瞧见他就取笑两句。哼哼。那我们叫八面少侠，一定要请他喝杯酒。那就拜托各路英雄，见早的通知一下，多谢。小二还在那里摸鱼，还不快把滨江大侠带上楼休息，不然客房就让给别人。哎，是，另外两位就我们先告辞，大侠快跟我上楼。哦，跑跟飞的一样。你有病啊！疯狗乱咬了，啊！就是你，我怎么了？反正我坏事做多了，怕你们俩瞧见不成？小仙女气我扫她的马，一路找我报仇，我打不过她，只好逃。两个人可是清清白白的仇人，你们嘴巴干净些，别坏人家名节，不然会有报应的。老婆红杏出墙，女儿为继为娼，你们竟然是仇人！你干嘛要帮他辩解？我更怀疑你是他的姘头。少爷老命，我们就亏你上你去了。英雄出少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咱们再也不过问江湖是非了。
既然被毕成本盯上，多一次不如少一次。等田千然病一好，马上就走。两天了，怀土也该醒了。你脸皮怎么闷这么厚？一直要维持的照顾。这客栈怎么打扫的不干净？还有十六将咬人。我怎么不能动？一般的毒应该对我没效果啊。听说有人要打上毕成本的消息，原来就是你呀、啊！这次的黑暗线索比恶人谷的骨髓还要毒，绝对要你认栽。狄家最后一个马贼，可是很认真地追踪你们。床上的小妞看起来很嫩，藏宝图应该已经被你摸走了吧？什么话嘛！我是怕铁线太柔弱，暂时帮他保管藏宝图耶。都是小仙女下手破毒，那李家马贼跑了一个，间接害死本派师徒。魏无心兄果然了解我，咱们既然互相熟识，不如就为异心兄弟吧。魏兄，你给我解了毒，我自己把宝藏藏宝图交给你，不然你在我身上说话说话，感觉很暧昧。讨价还价没有用，然后我借你的蓝牙出来套交情。算了，你把我逼急了，一时间想不出点子保密。你的目的只是杀我和躲藏宝图，床上是个好女孩，就放了她吧。你都把我心头话给说光了，就照你所说，一刀让你爽快。那女孩我会放了她，算是咱们相识一场的义气。小鱼儿，你都滚出来！你竟然到时候乱说我的坏话，我什么时候跟你不三不四的关系了？我要当众扒拆你的骨头！你不是对我妹子有好感吗？现在床上躺一个，客栈里又一个，你的女人本事挺高的嘛，我不知道要羡慕还是嫉妒啊。八成是刀疤男被我修理到小仙女那儿，家有天出一番。魏无心要杀我，张青要杀我，我看是四面楚歌，难逃一死的。早知道就多请小仙女两口，多抱铁线两天。现在什么都还没享受到，就魂归西天，哎，真是不甘心啊！他快过来了，你敢发一点声音，我马上就杀床上的女人！开门，开门，我要检查这个房间的客房。这里就在下一个人独居，我正在更衣，姑娘不方便进来。快点换好衣服，我待会再过来。我宁愿死在美人手里，也不愿死在小丑手里。拼了！上去领下，魏无心帮我们点穴，抢走藏宝图了。回来就跟你们算账。狗贼子，慢一跑！乖女孩，你醒了？你什么时候清醒的？我很担心你呢。我醒了一天了吧，只是全身无力，干脆任凭摆布。我想试试看，我看中的男人人品到底怎么样？你既然这么早就醒了，就应该自己起身擦汗换衣裳。长这么大还要别人喂饭喂药，一点都不害臊。你之前欺负我，我才故意多练你一天的。你虽然照顾我的起居，多少都要接触我身子，但是我知道你很温柔，没有轻薄我的意思。而且我有听小二哥说过，我生病的时候你很着急。我也听到你和魏无心的对话，宁愿自己死，也要保护我。你把我说得太伟大了，我是偷拿你的藏宝图，不好意思才照顾你的。没关系，送给你。那可是你愿生命换的藏宝图耶，你有可能因为那张破羊皮被我这个痞子侵犯，你可能就一辈子嫁不出去了。你不在意，只要是你，就没关系。我等你病好了就抛下你自己去寻宝了。我知道你不会随便丢下我的。你怎么和桃花一个样，都一定要吃了我似的？不行，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堂堂男子汉岂能被巧得轻呢？要不是我现在不能动，我马上走给你看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所以我要起身替你做一件事，你就更不会抛下我。
你蹲下干嘛？那是什么眼神？为什么脱衣服？救命啊！你这种事都敢做，你爹娘要是看到女儿这个样子，不知道要说你长大懂事的，还是说你不该委屈替男人这样子。你不用这么温柔，用力一点，早点办完事，早点上路。你刚刚说愿意带我一起走了，有个女人肯替我吸蛇毒，我好歹一定要带她找个夜蓝天宝藏。没办法了，想了一下藏宝图，在道义上至少让她先瞧进宝藏。万一我突然对夜蓝天的武功有兴趣，她一定不会和我抢。要是她一路上耍性子，我就当盘缠不足，把这种货色卖到窑子中，也有不少银两。不管怎么想都没有亏到，路上有个伴互相照顾也好。那我们现在就上峨眉后山找夜蓝天宝藏。不，我们被毕生们盯上，就算找到宝藏，天涯海角也躲不掉。今天魏无心走了，明天后天都会持续有人来抢夺宝藏。所谓人不放我，我不会自找麻烦。咱们就先倒了碧蛇洞。OK， 这边碧蛇洞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？魏无心，你哪里走？快吐出藏宝图！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你被小玉欺骗，我根本没点他们炫道，更不可能拿走藏宝图。你不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难道我要这么全身脱光给你检查才行？你这不要脸东西，我敢检查就怕你没敢脱。不跟你玩了，你招式这么狠毒，我现在打不过你。倒是小美人刚刚中我的黑暗现蛇的毒，以你的内力，最多撑一刻钟吧。不要说你有没有胆子，假如你还有要命的话，我这碧蛇洞恭候大驾。区区蛇毒人奈我何？我就不信抓不到你。黑暗现蛇灵我都耐不住，小仙女这么生气，血液流动更快，只怕不到一刻钟就……你别白白讨打啊！来，既然同情就要信过，我是那种白白吃亏的人吗？你是你？对不起，你们没被点穴。那藏宝图自然还在你们身上，笑起来蛮可爱的嘛。好啊，新虫就会一起算，省得费事。小月，你那边来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四步，五步。你数什么？七步结成姻缘，大美人走七步到俊男面前跪下，接着就说：“求求你可怜可怜我，娶我为妻吧。”我杀了你！好吧，看你勉强算算可怜，带你回去给我大老婆瞧瞧，看她让不让我考个小妾。你，小月，快救救她！姐妹情深，看大老婆也喜欢小老婆，那么婚事今晚就入洞房。快救她！要不是她急得未无心，我们已经变成乱葬岗的枯骨了。我要撕碎你的烂嘴！我的嘴就有一种烂法，就是慢慢香你，一遍又一遍的吻你，吻过火了，自然会发炎烂掉。你张琪又没有完全昏迷，你为什么用嘴巴喂药？呸！我才不喝你的臭药，难喝死了！你的口水更臭。小心你脾气这样傲，说不吃就不吃，不这样喂，难道眼睁睁看他死？刚刚我要你喂，你怎么不搭话？现在好像是我要吃他豆腐一样。我，那他现在好点了没？不行，黑暗现实太毒，不用解毒药只能暂时抑制毒发。那怎么办？依据神秘的传说，对付这种极阴的毒，只有阴阳调和一途。而方圆百里之内，恐怕只有最英俊潇洒，又是同此至阳之身。不要，我宁愿死，也不愿被你。除此之外，你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救人一命，独造七级浮屠。看来我只有牺牲自己，即使被张青咒骂一辈子，也没有办法。兰，我知道这样做你会很伤心。我知道了，我去街上散心。铁心兰，你不要走啊！你想一想，为什么要找夜蓝天的宝藏吧？你不是还有粮吗？
难道你不想做一个不孝的女儿，让白发人送黑发人？我娘还年轻得很，才没有白头发，那更不孝了。你娘哭的日子，那不是更久了？其实我要不是为了救你，才不会把我第一次献给你。铁心娘又温柔又可爱，再怎么样也比你这个恰杂婆要好得多。这需要一点时间，乖乖配合，忍耐一下就过去了。请你温柔一点。啊！你干什么？那样会很痛。不要，我嘴里脏死了。这全是我的精华，不准浪费。你敢吐出来，我就烧了藏宝图。祝福你们。你怎么了？体力好太多，调息一下就好。看看张琴眼色恢复了没有？还没有好的话，我应该还能再一次。我悄悄去。看什么看？我不要你来可怜我。脸色很红润，还能生气流泪。那一定是好了。小月，你过来。谁要过去啊？你又呛又辣，我可受不了。停了，走人了。可是你不能对他就这样一走了之啊，小月，你敢这样就一走了之，我恨你一辈子。等会我就能起身，也要把你杀了。快走快走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。两条腿长到我身上，怎么可能乖乖被你杀？林先生，快出来，不然我们就自个走了。妹妹保重。快养好身子，到 M 三脚下等消息。我想办法劝劝他。铁心人为什么要告诉我城堡的地方？可能他觉得站着小月对我不好意思。说来说去的那条死鱼，神明救我的恩情就这样一走了之，要我永远还不了吗？一张利嘴，老爱讨人家便宜，其实胆子小得很。这就是男孩子啊。来，过来扶我一下。你是不是又在捉弄我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有人流了一身吐的血，还能像我一样说说笑笑的吗？那刚刚你们在房里，我就怕你心疼，阻止我喂血。你一定想问为什么？我从小就泡药水长大的，几乎是百毒不侵。中了胃无心的蛇毒，也是暂时麻痹不能动而已。张庆只要喝下我的血，加上刚刚的解毒药，应该休息一阵就好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女的，我本来还以为你会说我好担心你真伟大这一类的话，没想到你挺开心的嘛。你知不知道再多流一公升的血，我现在躺在床上就是我了。我好担心你，你的情操真伟大，救人还不求回报，我来帮你治治。铁现在傻了是不是？就会一昧的笑。知道他们干什么了吧？完璧蛇洞出发，为民除害。海燕证明算什么东西？是因为碧蛇神君惹到咱们，我们才要倒掉蛇窟的。好，你说的都对，快点出发吧，